我是万万没想到，原神玩家在抽象这一块竟然也可以内卷起来。只因有位伞兵厨为了给伞兵表白，就找了个老哥拍了一条告白视频：祝到期公主须弥小莲花蹦蹦先生新春快乐，阖家常乐，让我永远守护你，我的公主殿下。好家伙，恐怕伞兵看了得连夜扛着提瓦特开溜了吧。然而其他厨子见到这种场面，居然激起了奇怪的好胜心，别人老婆有的，我老婆也一定要有。于是很快就又出现了许多受害者，比如公子：真是受不了了，啊啊，达达利亚，我今天去买油了，你猜什么油？是 I love 油，啊哈。再比如迪卢克：你知道吗，迪卢克，我对你的喜欢就像是尿裤子，所有人都看得出来，但只有我自己才能真正感觉到那股暖意。还有神力凌人：凌人那么小，一个根本吃不下，每次我把它弄得黏糊糊的时候，就会被它用脚脚踹，踢在我身上软绵绵的，一点力气都没有，一边掉眼泪一边怒视我的时候，身体还一直在抖。No God, please no。